王小柱不明白，老婆古瑞丹那么高傲的一个女人，怎么会看中这么一个草包呢？别说在省委书记面前说话，一定要言之有理、持之有据，就是见风使舵，他都不会呀、啊。事实明摆在那里，如果不是想对黑恶势力开刀，身为省委书记的赵德良有必要将他们这些人从雍州交到灵丘吗？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。 还当什么宣传处长呢？果然，赵德良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是翁处长吧？我注意到了你的用词。你说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，那么，你能不能说说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有什么特点，以及分布情况呢？”翁秋水，一个宣传处长。 平常也就是考虑怎么唱好赞歌，以及怎样讨得厅长的欢心，他哪里思考过黑社会之类的问题呀、啊？更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。听赵德良这样一问，竟然张口结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赵德良不再纠缠他，转向其他人：“你们治安处长、刑侦处长，对社会接触比较多，而且直接接触案子，手上的情况。” 掌握的比较多，也比较全面，你们说说吧。治安处长滕明是个直性子，赵书记，你是要听真话，还是要听假话呀？赵德良笑了笑，呵呵，那我先听假话。在党的英明领导下，在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的英明决策下，我们的社会蒸蒸日上。 我们的生活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阳光普照，到处都是春天，怎么可能有黑暗存在呢？赵德良挥了挥手，可以暂停了。现在呀、啊，我听真话。真话更简单，蘑菇撑起一把伞，伞下面肯定就有阴影。大蘑菇下面有大阴影，小蘑菇下面有小阴影，阴影是黑色的，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。 最容易生长的是什么呢？自然就是腐败，就是犯罪。我负责全省的治安工作，如果问我江南省有没有黑社会，我肯定回答有。问我有多少，我告诉你我不知道。你可能问我为什么不知道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大蘑菇下面有大阴影，小蘑菇下面有小阴影，这些阴影是怎么形成的？是因为上面的那个蘑菇。 权力如果受到约束，权力就像一根电线杆，就算电线杆的下面产生了阴影，阴影也非常有限。相反，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，权力就变成了大蘑菇，就变成了一把大伞，下面的阴影有多大，就要看上面的那把伞有多大。许多情况啊，我不说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权力的田野里长出几株毒蘑菇。 大概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。所有的农民都知道这一点，不过，农民们很小心，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毒蘑菇铲除。但我们的权利责任田里，如果长出毒蘑菇，坦率地说，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处理办法，或者说，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从根儿处理。赵德良说：“按你这么说，黑恶势力在我省。” 还比较严重啊！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各地都有一些利益团体，这些团体一方面有权利对他们进行保护，另外一方面，他们又以各种违法犯罪手段获得利益，并以此回报权利。每个黑恶势力的背后，肯定啊，都有一株毒蘑菇，甚至是一个毒蘑菇群。我们治安处，我想，甚至包括刑侦处。 手里有非常多的案卷，这些案子大多数都成了悬案。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完全按照法律程序办案，这些案子早就破了。可事实上，这些案子至今都悬在那里，有些悬了好几年了。这基本事实啊，早已经查清楚了。涉及一些什么人，我们也是明白的。可是我们就是无法执行，为什么无法执行呢？因为毒蘑菇。 赵德良转向了其他人：“你们认同这种观点吗？”翁秋水说：“哎呀，这有点太夸张了吧？这岂不是把我们的社会说成漆黑一团了吗？”刑侦处长雷乌他说：“滕处长所说呀，虽然有点让人难以接受，但据我的了解，至少也可以算是部分事实吧。在有些地方确实如此。我在刑侦部门可能和滕处长的治安部门感受一样。” 一件案子，只要涉及黑恶势力，肯定办不下去，就会成为悬案。可以这么说呀，任何一件案子，我们只要出过现场，基本都可以得出判断，这件案子是否与黑恶势力有关。预感很快就会变成现实，涉黑案件就像一艘破船，你补了这个漏洞，还有另外一个漏洞，这很多漏洞是让你补不完的。赵德良。 转过头来看着公安厅长杨太峰说：“我说老杨啊，既然是这么个情况，省厅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呢？”“啊，我们考虑过，厅党组会啊多次涉及了这一话题，也曾多次提交政法委，我们呐下不了这个决心呢。下不了这个决心，为什么呀？啊，刚才呀、啊、几位同志也都说了。” 黑恶势力不可能单独存在，它一定啊要依附于权力。这权力和黑恶势力二为一体呀、啊，单独扫黑，黑恶势力的根基还在。就像那首诗写的：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如果改一下来形容黑恶势力的话，再贴切不过了，那就是：黑恶势力就是原上草。 只要脚下的土壤还存在，那火呀是肯定烧不尽的。斩草就要除根，根不除，斩草的意义十分有限的、啊。赵德良说：“嗯，好了，有关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。下面谈一谈另外一个问题，怎么办？”治安处长滕明已经说开了，此时再没有什么顾忌，他接着说：“这个问题啊。” 要说好办也好办，要说难办那也难办。好办呢，各地的黑恶势力都是在面上的；更多的这类团伙，仗着背后有硬后台、有强靠山，甚至连遮羞布都不要，那是明火执仗啊。这类团伙的种种劣迹恶行，在当地那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相当一部分黑恶势力的情况，我们是完全掌握的；就算还有些不十分清楚，调查的难度并不大。 要说难呢，确实难。谁去查？当地公安局吗？这种黑恶势力的后台可能就是公安局长的上司，甚至有可能与公安局长关系极为密切，或者根本就是公安局长本人。如果是公安局长的上司，公安局长敢查吗？能查吗？他这里刚开始查，一纸调令把他调开了，甚至免职了。如果是公安局长本人或者副局长什么的， 那谁会去查呢？赵德良说：“按你这么说，就没有办法了吗？我呀，只是就事论事。我的手里早就有一长串名单了。这些人，有些表面上是大投资商，受到当地政府权力保护；有些呢，是当地官员的亲戚、朋友，甚至是子女。至少在三到四个市里。”